二姑父啊，你们要干啥去呀、啊？出去吃饭去啊？对呀、啊。出去吃啥呀？小米粒刚才发了一个朋友圈，说现在饿得不要不要的了。这个时候岂能无我？我用洪荒之九牛二虎之力，给你们做了三种不同口味的食品。哎呀，小米粒儿，别总看不上人家王小倩儿，王小倩儿挺好。就是，除了缺心眼儿，一点毛病都没有。行，恰恰就吃这个。你真好。麻辣味的，榴莲味的，红烧味的，任你们随意挑选。不够吃的话，回家我再给你们泡。方便我家没有啊，我非用你泡啊。你说整个破面条子，整这么大家伙事，搁哪儿整的？饭店租的。你有租这个钱，你不能给我买点饭呐？猪脑子！小米粒儿，你看不上他挺好。对，他除了缺心眼就剩膘了。王小倩，你是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不剩。我现在要吃饭，你给我走。吃饭就吃饭呗，你急啥急啥急啥呀？我给你们做点不就完了吗？啊？等会儿。我没听错吧？哎，王小倩，你会做饭、啊？二姑父啊，看过《舌尖上的中国》吗？看过呀。我没看过。什么意思你？我想让你们的舌尖尝尝我给你们做的饭。哎呀，只有做不到，没有想不到。我是真没想到啊，我还真想尝尝你的手艺。二姑父啊，给我打个下手。我给你打下手。我给你打下手，我给你打下手，不打不打的，你急啥急啥急啥呀？二林子，我踢死你！我信。二姑，给我打个下手。打。帮我把菜洗了，帮我把菜剁了，帮我把菜炒了。你发干啥呀？看着我就行。不要脸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，一物降一物。臭不要脸。我跟行了行了行了行行行行准备好。哎呀，我给你们露一手啊。哎呀，大姐不在，大姐夫不做饭没关系。大姐夫没事啊，你在屋待着吧，我们能做饭，我们有。大姐夫，大姐夫不做饭，大姐不在家，我们照样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。哎，开饭！当当当当！什么玩意儿？菜名：清凉一下，主要食材：黄瓜。名称：拌黄瓜丝儿、拌黄瓜条、拌黄瓜片、拌黄瓜段。黄瓜段这个菜啊，你不爱吃啊？没关系。哎呦！拍黄瓜，出事儿必点。王倩啊，哎，来来来来来。来，你把脑袋搁这儿。干啥呀，二姑父？我拍死你！哎呀，二姑父，你做饭还拍什么玩意儿？这是啊，这什么呀？这是啊。来吧，王小倩做的饭，吃吧。还没吃上饭呢，啊？想我大姐做的饭了，我想我大姐炒的菜了。这时候想起你们大姐来了，我跟你说，你大姐平时在你们身边来来回回的走，你们都感觉不到她的存在，甚至觉得她跟你没什么关系。一旦你大姐不在了，你们才知道她在你们生活中有多重要啊。
想你大姐了吧？你大姐也想你们了。刚才说了，回来的时候给你们带礼物。大姐夫啊，不要礼物，我们就想吃大姐做的饭。你大姐刚才打电话跟我说了，饭都做好了，她忘了告诉我在柜子里面的。来吧，真的啊，快来快来，还是大姐好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这么丰盛啊！快来哟，开饭喽！哎呀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尝尝，尝尝，尝尝！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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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拿着吃饭吃饭！谢谢姐夫！哎哎哎，快来快来！哎呀，这菜做的好吃不好吃啊？嗯，啊，来来来来，哎，咱们拿出来啊！尝尝啊！哎呀，那可不得！哎，干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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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？你不能吃！慢呢，这是成事不足做的饭，你不能吃。不是，姐夫，哎。我拜师有余，来来来，你吃那么多，你给人家弄点。不不，大姐回来我垫着你啊。哎呀，来来个鸡腿儿，刚刚，来吃吧吃吧吃吧，来，快了。